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一样来拆封国外团拆的两个包裹。那大家看到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那大的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前阵子外国出了那个就是球衣的一个盲盒，那我也拆了，应该有六七盒吧，那应该陆续会到，这几天到了一盒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。像卡片的包裹会是什么？我忘记我到底在他们家抽到了什么东西。感觉不是什么大奖吧。这是参加黑曜石，应该是好像黄快艇队 Covington 黄蜂，居然还有新人，不错的 JT Thor 限量50的JT Thor 的，然后这是 Golden Haywood， 限量99。这个是没有限量的，这是 Bradley Beal， 感觉还行。我忘了我参加几团了，但是就我黑曜石本来就不好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球衣吧。那这个球衣里面啊，就是也是综合运动的，就是有篮球、棒球、美式足球，然后其他的一些有的没的。然后我记得我当然最想要是棒球跟篮球了，啊，我也忘记。抽到的是哪一个类别？哦，包的还蛮好的。那这边上面写的就是有篮球、有棒球、有足球跟美式橄榄球。啊，我这一盒抽到的，我抽两个，这个是谁我也不知道 ，Justin Herb， 然后再一个。哦，这件是比较好的，这个有去查了一下，这件是2001吧，还是2011还是2010的 Kentucky 的，应该没听过 Kentucky 还是什么，反正就肯塔基的那个大学，然后当年是 Anthony Davis 那一届，然后他们全队。当年好像七八个上了 NBA 吧，现阶段来说也就剩下 Anthony Davis 还在 NBA 打。
然后这件球衣，对，2001-2012 Kentucky 的 Team Basketball， 然后这件他们当年也是拿着同样的一件去，当时进了，因为当时打进了大学的冠军嘛，然后拿了，哎，白宫也有召见他们，然后他们也有去，然后当年他们也拿了这一件给奥巴马，然后也是有一样的签名。那它里面最有价值的还是 Anthony Davis， 那其他还有谁就暂时不可考了，但是就这件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。那这件我后续也会把它表框裱起来，这两件我都把它表框裱起来。对，那就是两件球衣。那之前我会再查一下它到底是谁。那这个现在好像在各大团拆网站都还有，所以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啊，我记得拆到现在，我觉得不管是卡片还是这种球衣，目前为止来看，大家去比较一下汇率啊，或是单位换算，我觉得还是 Layton 最便宜啦。其他我拆过，包括 Mojo 啊，包括 Cherry 啊，包括 Platinum 啊，还有另外什么 Davis and Adam， 这个我都拆过。那现在可能 Layton 的价，就是它的量比较大，所以它可以去压压这个价。那当然抽不到好卡，再便宜也没有用啊，所以大家还是看一下自己的，就是哪一团自己，包括直播的那些团拆组啊，或是哪一个团的服务让你觉得比较好，就可以去尝试看看。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，我在 Layton 花算最多钱，但是其次应该是 Cherry， 那 Cherry 有给过我很大的好卡，那 Layton 其实还好。然后其实另外两张目前最好的两张8-10的大国宝的 RPA， 一个是 Mojo 第一次参加就中，一个是 Platinum 的，也是参加一次他一个大国宝的团，也是一次就中。所以这两团对我来说的投资报酬是最高的，那其他两团到目前为止都是，因为他们量都比较大，所以抽每天都有影片可以看啊，所以是蛮开心的，就看大家怎么去评估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